前年底我们搬迁到新的大楼，那我们整个西北联谊三重院区哦，展现出非常崭新的新风貌。当时我们就说，我们要把原来的旧院区也要改造，要展现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，而且具有高水准的医疗品质。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院区的一楼变成我们的复健治疗中心。今天等于是正式揭牌，我相信未来可以给我们市民啊，所有的同胞提供最好的服务。